今日你两个入门，要记住本门嘅训示，学武要正宗，行事要正直，为人要正心。知道师傅。你哋要记住，追影不追手，重心不重眼。众数向华顺师傅发誓，有生之年必尽全力将正宗咏春发扬光大。我是学咏春的，有兴趣玩两下啦。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正宗，李师傅没有教你吧？同门交技，留力就不留手。我希望将来可以开武馆，将咏春发扬光大，为全世界人都知道我哋咏春有几犀利。全世界？我有嘢要问你嘅。你问啊。我仲未知道你叫咩名。我叫张永成。我嚟话俾你听，你所有嘅招式都系乱咁作出嚟嘅。唔破旧立新。怎会有进步呢？我看看你出面学的旁门左道究竟有几犀利。我现在要你跪在师傅面前发誓，不准再学本门以外的咏春。我々は世界平和のために大東亜共栄圏を守る。